世界各地的儿童有着不同的生日聚会，他们在生日聚会上做什么呢？大家好，我来自阿根廷。在我的生日聚会上，我的家人和朋友会拉我的耳朵七下，因为我七岁了。大家好，我来自中国。在我的生日聚会上，我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吃面条，祝我能健康地一直生活下去。大家好，我来自丹麦。在我的生日聚会上，我的蛋糕用丹麦国旗装饰。大家好，我来自英格兰。在我生日时，妈妈会烤一个里面有硬币的蛋糕。如果我吃到了硬币，意味着长大后我会变得很富有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印度。在我生日那天，我会穿上色彩鲜艳的裙子去学校。我最好的朋友会把巧克力分给我的朋友们吃。大家好，我来自以色列。在我的生日聚会上，大人们把我抛向空中，然后再把我接住。大家好，我来自韩国。在我的生日聚会上，我的妈妈会给我做海带汤和年糕，我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吃饭庆祝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墨西哥。在我的生日聚会上，我戴上眼罩去击打一个彩罐，直到打破为止，然后我们分享里面的糖果。大家好，我来自菲律宾。在我生日聚会之前，我和我的家人去教堂祈祷。大家好，我来自美国。在我的生日聚会上，我先许一个愿望，然后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。如果我把蜡烛都吹灭，那么我的愿望就会实现。